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文化大百科》，我是主持人王玲玲。东经116度23分17秒，北纬39度54分27秒，这是一个多数人都很陌生的地理坐标。然而，以这个坐标为中心，向东向西不断伸展的一条长街，却被世人所熟知。它就是享有“神州第一街”美誉的长安街。长安街是北京市的一条东西轴线，也是世界上最长最宽的街道之一。公元13世纪中叶，一座为元朝皇帝忽必烈建造的都城竣工了，这就是今天北京的雏形元大都。一条纵贯全城的中轴线和棋盘般纵横交错的道路，赋予这座城市完整而方正的格局。一个世纪以后，明朝取代了元朝，北京城的轮廓也由此发生了改变。曾经的元大都南城墙被拆除，改做了城内的道路。从1420年起，规模宏伟的紫禁城出现在城市的中轴线上，它的正前方与北京最高大的城门正阳门之间，一座封闭的 T 字形宫廷广场，用红色的高墙把市井生活和宫廷政治截然分开。它的北边，皇城正门、天安门居于正中，东西相隔500米的两座红门，称作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平日里大门紧闭，只在举行重大仪式时才会洞开。它们之外，两条不宽的街道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从未相通，却有着相似的名字。东边的叫做东长安街，西边的叫做西长安街，寓意长治久安，寄托着封建帝王对家国兴旺的祈愿。1912年，一位年富力强、身有抱负的中年人担任了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他便是著名实业家、古建筑学家朱启潜。3年之后的1915年，朱启潜改任内务部总长，同时督办京师市政。此时，一个在他心中酝酿已久的北京城交通改造计划终于可以实施了。1915年6月16日，蒙蒙细雨轻柔地滋润着北京城斑驳的城墙。正阳门城楼上，朱启潜用手中特制的银镐刨下了一块城砖，闪亮的镐头下方，精致的银牌上清晰地刻着几行字：内务部朱总长启潜奉大总统命令修改正阳门，用此器拆去旧城第一砖，比交通永便。短短几个月后，曾经围裹在城楼和箭楼之间的城墙不见了，数百年来通行不便的北京城用开放的姿态接纳着自由穿行的人们。同样是在朱启潜的主持下，东西两座长安门也敞开了年久失修的门扇，从不通行的两段大街终于在形成了500年后第一次连做了一条实至名归的大道。几年后，有轨电车响着叮当的铃声出现在街头，当时北京城中开通的5条有轨电车线路中，就有4条经过长安街。这条在当年长不过3.8公里、宽不过20米的大街，俨然已经成为当时北京城中最宽阔、最热闹的街道了。因为地理位置的特殊，打通之后的长安街一直伴随着城市与国家的命运起伏，时时发生着改变。日本侵略者占据北平期间，在长安街两侧延长线与城墙的交汇处强行拆出了2个巨大的豁口。
西边的称作长安门，东边的叫做启明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人们把这两座城门更名为建国门和复兴门，寄予着人们重建国家、复兴民族的美好愿望。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被确定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穿过城市中心地带的长安街自然成为规划和建设的重点区域。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长安街，从东单到西单只有短短3.8公里，东单往东或者西单往西，甚至没有一条像样的马路。1956年，筑路大军把长安街变成了新工地，长安街自西单到复兴门段打通工程首先开工。2年后的1958年，东单到建国门之间也得以贯通。35米宽的沥青混凝土道路将长安街延伸到6.7公里。与此同时，公安部、纺织部、燃料部、轻工业部、外贸部等5幢中央机关办公楼先后在东长安街沿线建成。1959年国庆前夕，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上建成包括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北京火车站在内的6座大型公共建筑。它们与分布在城区各处其他4座建筑一起，组成1959年北京10大建筑。长安街在热火朝天的建设中不断变换着容颜，逐渐成为北京城中最宽最长的交通干道。尽管各个路段都有自己的名称，但人们习惯地把自建国门至复兴门之间的这条长6.7公里、最宽处达80米的大道统称为长安街或十里长街。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长安街因为与国家政治紧密相连而备受瞩目。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长安街新一轮规划方案出台之后，一度以国家机关办公楼为主体建筑模式的街道渐渐摆脱了严肃单调的面貌风格，现代化的气息日渐浓郁。进入21世纪后，繁忙的地上和地下交通把这条大街变成了一个立体的交通网，它的长度从昔日的6.7公里延展到了46公里，十里长街已然变成了一条百里长街。它不仅拥有更宽更长的身姿，更以开阔包容的气度展现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气息。好，观众朋友，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一座江南古寺为何结缘多位帝王？出家、受难，甚至亡国，在他至今面目模糊的前世今生里，这座江南名刹究竟见证过怎样的往昔，经历过几度兴衰？敬请收看《文化大百科》南京鸡鸣寺。